先走啊，你走到那边，我有事做，你再慢慢的走。你现在小心路上，这样走。你马上到里面再。哎，你看多大，漂亮啊！啊，这个时候没有来就不会来了，这个我就等到下个礼拜再来锯。我们进去，这真是漂亮！你看看，哇塞！好，这个到底真是撞到了，把这个应该留下来的哈，这是留着下个礼拜再锯好的。来，这边有大只的，你不要锯了，小只的我们留着。好吧，你看，我们今天可是大丰收哎！哎呦，我们不用进去了，我们锯这样子这么多就好了。我们只到外面是红，把上面割一割就好了，够草的就好了，留着下个礼拜再来。啊，这边看小小一丛。红就已经降级了，来，我到下面去剥，这么剥，走，带下去走。还是更大大的，等一下，怎么都是大头，里面还有一只。你看这边，嗯，好小。哎，走，来来。